乾坤圈伴着他，上天下海本事大，三纲六臂显威力，千人百战斗魔法。有我的名字叫什么？哪吒，哪吒，小哪吒。第38集，毒蝎魔杖。来呀，来抓我呀！好你个哪吒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我在这儿等着你呢。哪吒疯了，快叫他躲起来呀！你在哪儿？出来，哪吒！你出来，哪吒！哎，快藏起来！瞧，他来了！快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，哪吒！是个小孩儿。嘘，别出声。就是挑唆大家不和，让朋友之间争斗。对，他的武器就是嘴里吐出的黑烟，被他那对翅膀打一下也够受啊。有了，哪吒，我有个主意。打呀，打个你死我活。我还没有去找你，你竟然主动上门来送死了！废话少说，招打！嘿，你们两个一起来真是太好了！哪吒，你干嘛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，你总碍我的事。好吧，那让我们较量一番吧，来看你服不服。哼，嘿。自己人打起来了啊！哪吒，哪吒，你小龙女，你疯了吗？哪吒是你的朋友。哼，是我把哪吒打败的，是我。
是你们的遗迹呀。神，您睡着了，您的读心魔杖掉地上了，还给您。我睡着了，我大白天的也睡起觉来了。是啊，您和千年前的确是不太一样了。岁月不饶人呐，外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哪吒已经被赶跑了吧？我就是来告诉您，哪吒已经打败了魅怪网怪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不是早就说过吗？魑魅魍魉已经不中用了，现在哪吒的体力已经完全恢复了。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哪吒竟然这么厉害。两怪呢？他在哪儿呢？难道两怪也打不过这个毛孩子吗？依我看，您得亲自出马。怎么？难道让我去跟哪吒一个十来岁的小毛孩斗吗？可是不这样就阻止不了哪吒，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，从今后昆仑山将永无宁日啊。不见得吧，两关是我最得意的，哪吒过不了他这一关。小猪熊，醒醒！小猪熊，小猪熊，哪吒不见了，他肯定一个人打妖怪去了。你让他去吧，我要睡觉，陪他打那么多的妖怪都累死了。你自己睡吧，我去找哪吒去。什么？又要把我丢下？等等我。呆。快起来！你就是哪吒吧？我等你半天了。那你应该感到庆幸，我让你多活了半天。什么？找死来了？你在哪儿呢？哪吒，哪吒，哪吒。疼啊！小龙女，还有我啊，来的正好，给你来个一锅端，去死吧！别走！啊，怎么办呢？哈哈哈，无可逃了吧，乖乖的等死吧！感觉怎么样啊？要不要再来一次？
呀，你们，耶！我们彻底消灭他喽！哎，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啊！多好的几个兄弟呀，你怎么就……我与世无争，罢手千年了。哎，苍天，你不要逼我！不是苍天逼你，是哪吒逼你。这个小哪吒实在是欺人太甚。说的是啊，不能轻饶了他们。要不，共工大神把哪吒变成妖怪吧，不用您动手，由我代劳就行了。啊，不，我要让魑魅魍魉把他吃掉。魑魅魍魉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哼，他们没有死。大神，您被哪吒吓糊涂了，他们都已经没了。哼，你说我怕了吗？我是谁？我是阎了。我是大神共工。过来。你不是一直想用毒邪魔杖吗？啊，我交给你。这是真的？是的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出差错。来吧，我把魔杖的秘诀交给你。那盘古师，我一定能够。我老了，盘古师对我没什么用了。只是哪吒那小子太嚣张，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。拿去吧。我不会让您失望。毒邪魔杖是世间至恶之物，你一定要小心使用，用后立即还给我。赶快去吧。是骗来的，我们应该去报告大王。你的嘴太多了。哎呀，你听，是神奇的笑声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时机，只要盘古石没回到原处，我就会追你到海角天边。我交出盘古石，你就不跟我作对了？只要你交出盘古石，而且保证不再干坏事，过去的事就一笔勾销。真的？哼，我一向说话算数。好，你跟我来。走。什么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认识这个东西吗？少废话，快交出盘古石！想要交出盘古石没那么容易。小心！哎呦！你没事吧，哪吒？他手里的东西好厉害啊！魑魅魍魉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是在做梦。赤姬娘娘来救我们来了！我们来。竟然她拿着毒邪魔杖！毒邪魔杖！救命！娘娘！救你们一帮没脑子的废物！共工真是太高看你们了！救我们吧！毒邪魔杖在我手里，我说了算。您
说了算，您是我们的主人。那个毒蝎魔杖看起来很厉害。那还用说？石矶，你拿着共工的魔杖在这儿招摇，你以为我会害怕吗？怕不怕一会儿就明白了。快救救我们吧。那好吧，我先救谁呢？你先救我。全去死吧！就是毒蝎魔杖的威力，我现在把他们的力量全集中在我身上了。你背叛了帮助你的共工。背叛？你听好了，世上没有朋友，只有利益。你胡说，我和哪吒就是朋友。朋友？你们现在算朋友，将来你们两个也会彼此争斗的。他在瞎说什么呀？多嘴的小东西。哎，小猪熊，去吧！小猪熊，你这大魔头！石矶，你死到临头了！就凭你们两个，是不是太嫩了点啊？毒蝎魔杖，来吧！蝎子归我，你去对付石矶。好。很聪明。
行业分上，他的个头跟我一般高。有时他很努力，有时他也贪玩，他的年纪跟我一般大。